会去抓一些昆虫。你见过接近30岁的人抓昆虫吗？你最好是自诩健身多年，四处找人挑战掰手腕。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合作是天大的，对，真的哇，太开心了，太棒了，真的。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敖日鹏，我是张雨曦。互相介绍一下对方的角色。曹云冰呢，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帅气，然后非常义气，而且他呢是有很多守护灵，他是一个灵力非常强的一个非常给力的队友。夏玲呢，虽然他只有一个守护灵，战斗力也不是特别高，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和可靠的伙伴。当然也很美，这个已经不用夸了，就是事实了。这部剧是两位老师的首次合作，还记得和对方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吗？定妆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见，那个时候我从镜子里面看了一眼张老师，镜子的反射看了一眼，对，然后后来就拍照，然后简单的打了一下招呼。是的。知道和对方演对手戏后，有去社交平台上搜索过对方吗？哎，张老师熟吗？哎，你这么就问的，我老早就知道他。哎呀，张老师熟吗？不用熟。既然两位彼此之间都有所了解，现场考一下雨曦。为什么敖瑞鹏有个外号是瑞姐？哎，那是通俗的叫法。是这样的，之前呢，我在那个微博才注册之后，我是被莫名的分到了美女一组，所以说那个时候粉丝就叫瑞姐。合作之后对对方的评价是什么？这还需要评价？太好了，张老师。敖老师太棒了，我的天哪！我们两个能够一起合作是天大的。对，真的哇！太开心了。太棒了，真的。既然二位对合作评价很高，接下来请两位老师摸着良心诚实回答一下几个指认问题。两位谁更幼稚？我其实也不能算完全的幼稚，年轻，比较童心童真，对，童趣，要保持这份童真活力。比如举个例吧，我会去抓一些昆虫。你见过接近30岁的人抓昆虫吗？好像没有吧。我觉得是因为它很就是有趣，而且那个有趣呢是看起来比较小朋友的有趣，所以就是幼稚。你会捉虫子吓唬其他的同组演员吗？没有，我绝对不会故意去吓唬他们，我会给大家参观一下。谁更爱撒娇？撒娇，我觉得是雨曦老师在戏中更爱撒娇一些，因为在毕竟线下好像也没有什么撒娇的嘛。雨曦老师比较的生猛，比较的生猛，好像并不太需要，对吧？但戏中的话，夏玲是经常偶尔会有这种。张一鸣，好像也不是，好像有啊，好像不是这种，但是可能在曹云斌的眼里看起来他是那种。雨曦老师的勇猛体现在哪个方面？自诩健身多年。什么时候自诩了？四处找人挑战掰手腕，但是都以惨败告终。他跟我助理挑战过，然后我助理大获全胜。哎，没关系的，要正视自己的，就是说这个手腕稍微缺点力量这种感觉。谁更容易炸毛？戏中的话是他。戏中的是我，我平时也不用炸毛吧，大家都是和蔼可亲的好人。上班就不用炸毛。曹云斌呢是在戏中是经常炸毛，一言不合就炸毛，遇到坏人也炸毛，说生气了也炸毛，不服输。大家和自己的角色反差还挺大的。是的，毕竟我不能一言不合就拿棒子去敲别人吧，对吧？太犯法呀。对吧？我走的路上，我石头出来打他，也不科学是吧？两位拍到现在，现场发生过让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？就是昨天，因为昨天我叫醒北洛老师叫了3天。我在前面打北洛在后面一直睡觉，然后雨曦老师一直在后面拍他，快醒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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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醒！然后因为带关系和拍后面都会打扰他们，他们一直在后边拍，快醒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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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电视剧播出之后，你自己特别想发弹幕的戏是哪一场？我觉得打石火王大家应该看着挺燃的。对，有可能就是一些打架呀，这东西有可能会。哇，好帅呀！哇，好漂亮！哇，这个动作好厉害。这样，因为我们石火王还有两个人一起打的。对。拍戏时最爽和最痛苦的时刻分别是什么？最爽的时候睡在那儿演的时候，躺在那儿也不用干。最痛苦的当然就是起来打架了，因为什么上威亚啊、翻滚啊，然后又要用劲儿啊，然后飞过去飞过来，这种是比较痛苦的。两位老师睡眠质量如何？非常好，我一般就几秒钟睡着了，而且睡得特别早。对，模仿一下对方的招牌动作。
这是我的一个起手式，看戏员或许就会知道了。仔细看戏，你一定会知道这是什么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，那这手里有根棍啊。如这边出去还这三分清，真清。这些动作是武术指导老师设计的吗？不，我们自己设计的。我们是对戏和对这个角色有理解的。觉得自己最热血、最燃的一句台词是什么？跟你也是。我厌你的那句吗？我记得厌你的时候。那个好像不太行吧？那个能播吗？每次叫守护灵的时候穿的挺燃的，不管是叫许褚还是典韦啊，还是什么的，许褚，我觉得都挺霸气。对，雨熙呢？我都说了别打了，可以。很燃的那天，很燃的，阻止了一场打架，很燃的。要不然他们就我们就要打几天了。如果在现实生活中能拥有一个守护灵的话，你会选谁？我就要李轩辕，就我自己的这个戏里面几个。因为我觉得李轩辕挺好的，他打架很厉害，而且他还可以治疗，长得又帅。守护灵，你给我杀到阎王！这简直是全能守护灵哎！我要捉影，捉影可以造梦，我就可以天天做美梦，我还可以去开个店让别人做梦收费。目前拍摄已过半，剩下没拍的戏中，两位最期待哪一场？期待拍芦花鼓楼里边的戏吧。因为芦花鼓楼拍完就杀青了。没有，开个玩笑的。因为芦花鼓楼里边呢，我会重建我的妈妈，就是为了去找她嘛。然后第二呢，也是芦花鼓楼里面有一些大 boss， 也期待剧情之后的一些发展。嗯，如果这个剧两位要上热搜，会是什么热搜标题呢？曹彦斌暴打狮吼王，太暴力了，上不了。对，镇魂街爆火全球，镇魂街卖出海外。哇，这个多好，我的天哪！直接就是爆了，就说明我们这戏烂了。阿瑞鹏，郑文杰采访，你敢看吗？等等，这个画面似曾相识。用接词的方式向大家安利这部剧。敢看？妈，你敢看吗？文杰敢看吗？敢看吗？夏琳和曹彦斌去骑马，曹彦斌和夏琳去跑步。Lady Go， 咱俩真是爱运动。这让我们俩画漫画，你这是有点为难人了吧？走。太满意了，我把自己画的简直丑飞了，帮我把这画扔了，谢谢。天哪，你的是，哎呦，咱俩这板不一样。我们去跑步有什么反转呢？我飞了。好了，好了。好，我来讲一下我的故事，就是说呢，咱们跟夏琳约好说走一起去骑马，然后他们俩就去骑马了，然后马就把他们俩摔下来了，然后马就跑了，然后他们俩在后面追马了。反转吧，他们本来打算骑马，没想到马跑了，他们俩被那些啊去跑步了，就到他这儿了。好，我就先给了一个大拳，一个俯视的，两个人在一个道路上跑步，两边是树，就是可能是一个公园吧，然后再给了一个小拳，两个人一个在前面，一个在后面，前面是曹彦斌，后面是夏琳。然后呢，第三幕就是一个近景，前景是曹彦斌在前面跑很开心，后面是夏琳疯狂的在追，然后最后是其实啊是曹彦斌在做梦。互相评价一下对方的画作，非常棒，我根本就不用评价，闭着眼睛都可以说它很好。而且这个还有远近景，这绝对拍出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。我这个里面分镜，这是一个短剧。哇，你这个100分，我得给他99%的骄傲了。最后给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，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看我们的剧，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们的剧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。它是个 English BGM， 烂差，干饭，干，你就这样，优酷酷的聚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敖日鹏，我是张雨熙。反正就是他耳机戴上，我想办法让他知道那个东西，谁听谁猜呢？来，给我一个吧。Lady Go。
打气，相信，相机，相信，加机，相信，相机，相信，相一，相信，相信，光，华，灯，光，光，和，和，奶茶，奶茶，奶茶。相信光和奶茶， What? 相信光和奶茶。哇，这句话好奇怪。一点点点一点兜，一点兜，不不冲丑冲走冲冲冲，一点一点都不冲。一点都不冲突，硬硬地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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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步，秋衣秋衣秋衣棒好，秋衣棒好，第一步秋衣棒好，曹岩兵，曹岩兵来了。你回重庆，你回重庆，纸吃纸，哦，切纸，我回重庆纸，你回重庆吃纸，吃，你回重庆吃拌拌，三见见见见，办三件，我回重庆只办三件事。你回重庆吃三鲜见，我回重庆，你回重庆只办三件事。你回重庆干啥呀？你回重庆干啥呀？只办三件事，吃拌酱汁。我回重庆，你回重庆，纸是纸纸办纸办，我回重庆纸办，你回重庆纸办三纸办三件事。哦，他回重庆办三件事，我的天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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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亲娘啊，可以吧？但至少我们全对了。就刚才那个，他去重庆干嘛？我真是没搞懂。吃两个字，两个字吃饭。第一个字不对，第一个字第一个字不对啊，第一个字不对。嗯，打饭，打打打打打饭，锤饭。呀呀呀呀呀！干干干干！烦躁踩饭，哒哒哒，你替我打饭，当饭，饭饭干饭干饭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五个字，干饭，杠杠香。是你这样，你先跟我说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什么？干，蛋。好，我猜不出来第一个字，你跟我说第二个字，饭饭。嗯，第三个字，杠。三和四是一样的，第三个字是什么？杠大杠，有没有动作？杠杠杠杠杠大杠，打光砸杠，打光砸杠。你给他看一眼这个行不行？我们算输了。干你爸干，你就这样，你这样。那在东北，东北就干。杠，你能不能这样杠？哦，啊，明白了，学会了。是吃是是今天今天的日是今天的是今天的是今天的嗯嗯嗯时尚干，你就这样，你这样。哦。
时，嗯，是今天的时尚，嗯，人，时尚衣，人，是今天的时尚装，人，这可死不得，人，是今天的时尚展，人，你刚刚给我写的，人，是今天的时尚人，嗯嗯，儿。是今天的时尚人儿。我的天，你一个字一个字来了，第一个字，我好，熬好，儿我好，我爱。后面的第三个字，我好喜欢，我好喜欢，我好喜欢图里的图里图片图。图片图嗯，图里的里，我好喜欢图里的这个，我好喜欢图里的这个，姑娘，我好喜欢图里的这个两个字是吧？姑娘两个字，姑娘，我好喜欢这个图里的姑娘。哎呀，要把我累死了！你这个游戏，两个字，夏玲，我夏玲，嗯，来了，来是 come 去是 go， 来是 come 去是 go， 点头 yes， 摇头 no， 什么？来了，我来了，夏玲来了，你这还有 English， 我受不了你了。听说，这是。是复仇，专属，嗯，属，听说这是复仇专属，三个字 ，B G M B G B， 听说这是复仇专属必需品 ，B， 它是个 English B G M B 哥摸。听说这是复仇专属必哥必了哥摸必摸啊！听说这是复仇专属必摸，然后呢？听说这是复仇专属必摸哥必喝摸必喝摸必喝。听说这是复仇专属必喝吗？我看一眼。今天是金，这是什么色？甲。金。今天是。今天是。东南西北。东南西北。的东东呃不东。今天是东。今天是东。嗯，今天是东北。东北。嗯。梦。嗯。梦。梦，今天是东北梦想。路，今天是东北梦露。嗯，我用了那么久吗？我真的好疲惫呀。两位对这几个题目有印象吗？好像没什么印象。这些都是你们在平台上发的文案。啊！哎呀！原来是这样啊！哦，封面是。哎呀！